此时冷烟长路铺，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后雨迥然阴寒恨天雨，一笑寥寥空万古，风后雨。好，诸位同修啊，我们收心啊，收心再回到这个楞严法义的这个定境中啊。我们沉浸在这个法义的时候，本身它也是一种貌似禅定嘛啊，至少在这里边我们的心呢是很守在这个法义上啊。那么我们再来开始啊，刚才讲到的说是这样的一种阿难把他的病根给暴露出来啊。那么在此情况下，我们就知道佛就要开始发话啊。发话的时候呢，佛你看这里还首先佛言善哉阿难啊，善哉的话一般我们常说的善哉善哉阿弥陀佛啊，有时候呢是一种赞美啊，说你这个做善事儿，有时候呢也是说哎呀你太有悟性了，你了解了，也说善哉，在经里啊，说你明白这个法义了，心心相应。那么有时候呢表达就是说要安慰一下你，特别是这里将要开始破斥阿难的错误之见，先要说哎呀阿难呀，说善哉呀阿难，就是跟说反应一样，欲擒故纵一样啊，说你可知道呀，一切众生说从无始来为什么有生死，就不知道无始来的一念无明一转，夜风吹荡，就违背了皆有不知常住真心啊，性尽明体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什么状态呢？皆有不知常住真心性尽明体。刚才有居士就来问我说，那我也不知道，如果这里常住真心什么也没有，那怎么去这个世界还怎么办呢？我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由于古始来不知常住真心性尽明体。为什么觉得没有意义？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回。我们轮回的根源啊。那么这个法义呢，我们现在不细讲了，往后所有整个一部经典就是要讲的为什么会有轮转，此想不真啊，什么是性性明体，什么是常住真心啊啊，常住就是没有生灭，真就不是妄的呀，性性就是说由来到清净，不是洗清净洗完脏的显示出来清净的，所以就叫做常住真心性性明体呀 啊。那么为什么呢？说你如果现在汝今欲研无上菩提啊，你现在欲研究无上菩提发真发明性的话，已经应该直心酬我所问。大家要记住这里的关键点是直心，我们的心不直呀，由来已久了啊，我们现在任何的认识都是用这个妄想的实身实心的分别啊，在这个上面啊，在这个佛像上，你看还是见佛以后思维妄想见佛的32相，那么这个时候就有能见的见分和所见的相分，对不对啊？有能见有所见，那么见相二分。什么叫相分呢？就是所见的境界。什么叫见分？就能见的感知功能呀。见相二分本来就是这个根尘混合的，最为难分就是真妄最为难分之处呀。在这个情形下，凡夫啊就以为离外在的这个境界没有一个所见，离我的眼根没有一个能见啊，以这个啊这个所见的能见的根见所见的是根尘相对，妄心就升起。殊不知什么呀，这个所执着的外境都是妄境啊，能分别的内心皆是妄心，妄心取妄境，和合妄生，和合妄死，皆是迷昧，真心常住随缘流转，就是这里讲的无始以来生死相续。为什么？就是因为从来没有执心，没有执心。还记得《维摩经》里边讲到的
执行师到场了，啊，还记得六祖慧能大师讲大师讲过，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吗？啊，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将这个执心啊，这个佛在这里讲到说，你当你执心成佛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要首先端正你的态度。我们现在学佛的态度如何？端正什么态度呢？就是首先一直以来，你从来都是以妄想分别心错认菩提如来，啊，而不知这个执心才是这个首楞严大定，才是这个如来运营，才是这个修正了义，才符合菩萨万行的标准，才出台了叫做执心。啊，我们现在妄行执心有两种，一种世间执心。这里就要求阿难，首先你以世间执心酬我所问，你是不是为什么今天误入这个摩登前舍？第二个，你以出世间执心，这里的要求就是你必须以出世间执心来开始面对我的所问。为什么？你出世间执心就不能够起心动念，你能见见所见，有二元对待分别就是趋呀，有左有右，有前有后，有能有所，就是趋了呀，不在一个点上，一个直面上，啊。所以这里讲的执心，我们修学佛法都是因为心直了，我们的志向才猛啊，志向猛了，信愿才坚固，信愿才坚固，那么我们的行才能坚持，我们的果才能圆满。所以这里大家要懂，不是光为阿难，阿难就是善巧方便为我们现前众生代言，我们长久以来不执心，把世间的习气都带到学佛门中来，啊！你看，动不动有事还给他找借口啊，美其名曰啊什么方便善巧啊，你一定要方便善巧，随众世间恒胜众生啊，等等的，就不断的把他哄，最终把他弄死了，法身慧命就灭掉了。什么方便善巧呀？你们就得听我的，我这里是执心啊，不要随众因起，就是要执心。所以我常说，二百五精神。就是执行嘛，修行。当然，啊，我们现在就是左顾人情啊，后顾这个这个他意啊。你没听过孔子都说“乡愿得之贼也”，乡愿就是说乡长在乡里邻居里边，谁都说他好，谁都不说他不好。啊，这是道德的贼。世间法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出世间呀？啊，说是出世间出生死海，那么就是要心直呀，我们说知行合一，我们说解行并性，我们说表里如一呀。为什么要人前要慎口，独处的时候要慎心呢？就是希望你人前人后都一样，这个特别难做到呀。可是修行必须最基本的要开始这样，我们就是不能愁这个执心啊。特别是楞严经的这个宗旨特色呀，就是一个执啊。你看，执心面对生死的根本就是淫欲行为讲经的缘起啊。执念这个真心为什么不显呢？就是因为你有见有思维啊。啊，执念入道的修行的方法，执心方法就是顿舍呀。执念我们的根本烦恼就是身重恩爱，都是把它把你这个。内心啊，这个藏窝脏之处给你血淋淋的抛弃开了，容不得没有藏身之处，所以外道这个愚痴的人首先就说他是伪经啊。那么这里呢，佛就告诉阿难了，你必须啊从这个执心开始，这样的话因果才相续啊，有执的因才能感知的果，佛果就是不生灭的执心之果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如果你是立位进修乃至成佛啊，终于起始，你看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如是乃至宗始地位，他不说死终地位，说宗始地位，就是要你把中间这个状态用到什么呀，起始的步伐上来。佛果就是清净无染直的，那么你因地就必须要直的不生灭的，所以这里有乃至宗始地位，中间永无诸位去向。但是如果说我们生永远是直的，那么修行正果呀势如破竹一样，太快了。
我们的这个五十二阶次位，就是因为我们禅虚位心一点一点的教，所以但愿此心直了成佛，念佛为因，成佛为果，这全属于执心范围。你修好了吗？你都不信，你不信念佛为因，修行的为果，所以还得加那么多的六度万行，还得修那么多的等等的。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心不直，一下子直不起来啊。既然是这个心呢，是妄识而起，分别而成，那么这个妄想就一定会有三种错觉。不知心的话，心在哪里？第一个，本来不是心，我们以为是一个心，所以纵使就执迷有一个心相存在，有一个心，待会儿就要问心在哪里了啊。那么本来这个心没有体，纵使就以为有一个体啊，我们一说就拍胸脯子，就以为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体。有一个心肯定存在，我们心在琢磨事情，思维事情，心想事成等等，这些就觉得有一个实体的心脏，能思维的一个东西存在。这个心本来没有一个处方所呀，在哪里啊？可是纵使就迷之有一个处啊，刚才提前讲在这个胸脯里面，就以为就在这儿啊。所以这里马上阿难就开始这个佛就开始说，不计较前边的两种分别啊，不计较你的心是不是有一个心，有没有一个体，只就问着你处所在哪，心在哪里啊？你告诉我心在哪里，只就是这个最后一个落着落处，说心在何方，而开始起构审讯酬答，一连七处真问，问了七处真心。这是下面的大篇内容，我们要开始灌文了啊。下面这一段开始呀，我们就要希望大家呢高度的集中精神啊。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七处真经呢，就是要一心一处一处的一段一段往过灌啊。那么希望啊，虽然我不是佛，可是呢你们就要是阿难了，你们现在就要饰演阿难这个角色了，以此而行问答啊。所谓的见色起心，心目从何而起啊？你既然见了佛的眼，见佛的相啊，心思维佛的这个好，那么你的心和目，你的心和眼见到底在哪里呢？从何而起，落在何方呢？啊，下面就开始这段就开始问了啊。我们一起来念，找着了吗？阿难，我今问汝，开始找着了吗？啊，那么好，一直念到这个唯心与目经何所在啊。记住我们的步骤是又要稳又不慢，记住了吗？好，一起来。阿难，我今问汝，当汝发心，缘与如来三十二相相合所见，谁为爱乐？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是爱乐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如来圣相，心生爱乐，故我发心，愿舍生死。佛告阿难，如汝所说，真所爱乐应于心目，若不识之心目所在，则不能得享苦尘劳。譬如国王为贼所侵，发兵讨除，士兵要当之贼所在，时汝流转，心目为究，吾今问汝，唯心与目心何所在？阿弥陀佛。这一段呢，我就开始问了，说既然你是如此，那么我就今天要问你啊，大家发现了这个根气啊，有力有钝，一部楞严经十处真心十方显见，整个首楞严大定头一句话就可以搞定，什么呀？我今问汝，当汝发心，源于如来三十二相，两句话，江河所见，谁为爱乐？你看，这一句话跟我们达摩祖师当时问二祖说：“把心拿来，密心了不可得；把罪拿来，我替你忏。谁束缚你，你不得解脱。”一模一样的工具。可是呢，阿难这里不是说阿难不是上上根器，就为我们现在代言，不能够顿见法界，密心了不可得。大家想想，我现在问念佛是谁，听楞严经的是谁啊？
啥礼拜的？谁在听到这个？如果说你是上上上登记，就这一问一念就能顿悟如来命运，是谁呀？哪儿吗？阿难就悟不了。本来一部手楞严，这一句就搞定了。江河所见，谁为爱乐？谁在见佛的相好呀？这个相好是谁在爱乐呀？谁呀？谁吗？谁是谁呀？啊，既然不能够如此夺魄啊，我在讲中观的时候也给大家讲过，这就是说心在何方，问在何处，心在何方，你根本就搞不清楚觅什么呀，心都了不可得，哪里去找心？所以这一问就把楞严如来密云给搞定了。可是呢，立根人才能如此一问便知啊，没有见者，没有爱乐者。顿根人呢，只好下面又说了一堆，从内从外从中间从根，又说了一堆啊。那么这里呢啊，佛就告诉他说，你这个你首先要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如捉贼一样啊，一个国家打你，要知道对方的兵伏藏在哪里，埋伏在哪里，知道咱你在那转到后方把它消灭啊，打这么一个比喻啊。无始以来，那么你就是心和目，就是你现在出错这个地方，我现在问你，你心和目在什么地方呢？啊，结果呢，阿难还在那又得不得半天，你看啊，世尊如是爱乐，用我心目，由目见如来圣相，由心生爱乐，所以我才发心愿力生死，等等，又给他说了半天，啊，这就叫做一错再错，啊，既然一错再错。我本来啪的一句夺魄，就是说马上就说你没有心了不可得，你还听不明白，那么只好重魄，就是下面既然你说有心，那么我请问你心在哪里？你看我今问如唯心与目今何所在啊，好，这还蹬鼻子上眼，给点阳光就灿烂不行了。你看阿难就没完没了了，我们接着再往下看，他就七方面来辩解。下面再往下读一段啊，阿难白佛言，故我在堂得远瞻见，到这里看见了吗？啊，从阿难白佛言找着了没有？啊，这边我们就一定要盯紧啊，这边就看我们的定力，看我们能不能随文入观啊，一定要盯紧，不要打妄想，一打妄想就进度跟不上了啊。一起来，阿难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间十种欲生，同将实心居在身内，纵观如来青莲花园，亦在浮面。我今观此浮尘四尘，只在我面，如是实心实居身内。佛告阿难：汝今现作如来讲堂，观其陀林，今何所在？世尊，此大同阁清净讲堂，在其孤独园。今其陀林，实在堂外。阿难，汝今堂中，先何所见？世尊，我在堂中，先见如来，四观大众，如是外望，方主灵园。阿难，汝主灵园，因何有见？世尊，此大讲堂，互容开阔，故我在堂，得远参见。阿弥陀佛。这段话的大意啊，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大意了，七处真心，最后再总括啊。这段话的大意呢，就是开始佛开始起问，说阿难啊，这个心目何在呢？阿难就开始给佛答了，说世尊呀，一切世间的所有这种身类啊，这里呢说的叫做十种一生。我们知道后面讲到这个众生呀，有十二种一生啊。什么是十二种呢？我们常说的有胎卵石化，有胎生卵生石生化生。人是什么生呀？鸡是什么生呀？那这个就是那个尸虫是什么生呀？就是那个尸生，就是那个在潮湿的地方这个尸生出来。那么恶鬼是什么生呀？化生，各有各的生法。其中除了这四种之外，还有有色有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等等。那么十二种生呢，其实还应该加上无色和无想两种心。
像无想呢，就是无想天，无色就是无色界。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这里在讨论的是什么呀？心和目所见，无色目不能见，无想心不起作用啊。所以这两种中除去，阿难在这里说一切世间十种一生，对吧？说的说只有在十种的范围内，无一例外的把实心认为就在身体。你看他就首先在这傻乎乎的以为心在身内啊，而且他讲的理由说，你看我看如来这个啊，我看如来这个青莲花眼，说你的莲花眼也长在面上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观察啊，我自己也是这个浮尘浮根四尘，就是我们一般都认为眼根呀，比如说眼睛，它是由我们说五尘是色声香味触，对吧？可是眼根一般没有声音的作用，那么它就会有香，这个这个叫什么呢？这个色香味触啊，没有声，因为眼根跟声音没不起作用啊。色声味组成这个眼根就浮在面上，意思说您老人家眼不是也长在你面上吗？我身我眼我面上也有这个眼，也在我面呀，所以我的心就居在我面这个里边。我们用心看外边，眼在外边看你的形象，是心在这个身内是吧？思维你的状态，我的心当然在我面边啊。在这个时候呢，佛就问阿难，既然你现在坐在如来讲堂内观察一下齐陀林，就是外边的齐陀林在什么地方，阿难就越说越上去，又上当了，说什么呢？说此大乘罗罗讲堂就在这个给孤独园中呀，我们现在讲堂就在给孤独园中，你们就是阿难啊，你们现在随着我的听，我们现在的维摩讲堂就在这个居士林内啊。那么啊，维摩讲堂在这个居士林内的话，这个居士林就在维摩讲堂之外，对吧？佛就一听说，哎呦，越说越上劲，越上越大啊，说佛就问说，那你在讲堂中看到了什么呢？啊，阿难就是我在讲堂中最先看到如来，比如说看到如来佛，其次又看见大众，如是次第再向外望，才看见外面远处的园林，对不对？啊，一般的场景都是这样。那么佛就问阿难说，你以什么因缘看见外面的园林呢？阿难又说了，因为讲堂的窗户是开通的，没有障碍，所以我透过讲堂能够看见外面的园林。越说呀，把尾巴越露越长，上当了。这个时候呢，中间擦了一截，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话啊。尔时世尊，找着了吗？啊，一起来。尔时世尊在大众中书经色谛，摩阿难顶，告诉阿难及诸大众，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光严录，汝今谛听，阿难顶礼，福寿此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了，到了这一段啊，那么特别要说明说这一段话呀，在元英法师讲楞严经的时候呢，就把这一段话给这个剪接在前面的那个，就是说啊，这个祈请十方如来得成这个菩提，然后呢，所有的大阿罗汉、辟支佛等具愿阅闻，退坐默然，承受圣子，给加在那一段后。你们知道这个典故吗？有知道的哈？为什么呢？元英法师的原因就是这个，他觉得一问一答刚好丝丝入扣，那么把这段话加在后面这里呢，就觉得不伦不类，不前不后啊，有点突如其来，太突兀了啊。那么依本人的这个窃以为啊，就是说个人因缘，当然元英法师也是用心良苦，可是呢，在此之前所有的大德，包括偶益大师啊，包括这个通理法师和这个正脉书的这个交光法师等等，他们在做的时候都没有擅自移动经文啊。那么一般我们通常会理解为什么呀？就觉得说呀，经文不可以乱改，纵然它可能是流传过程中弄错了，那么也许说这个弄错了，也许就这么流传下来，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去动它，一动的后人就以为说经文可以随意篡改，有这个流弊。但是呢，我觉得哈，这一段在这里啊非常符合之常情，恰似其分。
为什么？金刚经上说，在这个紧急关口，佛才说你所有都错了。我现在趁这个机缘巧合之处，我才告诉你说，哎呀，真正有妙三摩提，就是真正有大定，在叫做大佛顶首楞严王，你这个东西你听都没听说过这个境界，为什么呢？才此时此刻正好向你宣说，啊，因为一问一答啊，所有你的毛病、你的病，我把脉都把到了，你的问题出在哪里？那么现在我要告诉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你还未必能够接受。现在我已经引蛇出洞了，我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而且我可以把你的错误反驳为这个，就是让你知道你的错误在哪里。你刚才已经把这一段话全部把它错误露出来，你的思辨逻辑上面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啊，越说越错。这时候紧急关头呢，哎，我就打着七寸了，正好这个时候才。啊，说哎呀，瞧你一错再错，现在正是时候才可以书经四谛摩阿难顶呀、啊！啊，从这里呢，我们才发现这一个楞严经的气急，为什么说它特别的接地气？啊，诸位同学想想，为什么它特别的接地气呢？它是以卯扣有关的。你看，从阿难地从误入淫舍的时候呢，错在哪里？错在了道理未全，是不是？啊？那么第二从呢，阿难说当时出家的错在哪里了？错见这个眼见佛像心生爱贪啊。那么第三从的病根在哪里呢？就妄识当作真心，还每次在这里说心就居在身体内，正好启动了佛应病施药的机关，错认心了，越来越微细，越来越表现了。虽然表现越来越微细，可是呢他的错误显露的越来越明显，非常巧妙。所以这一段呀，绝对没有错误放在这里。正在这个时候，冷不防的才把这个首楞严说你错在哪里。正在你对心直在心身内的时候，你才说哎呀，这个起点就是你的病根儿，最要命的那个穴道穴位啊。所以这里佛才在这里这个言归正传的说了说，借此说有大佛顶名首楞严王啊，具足万行，十方如来，都是依着这条路超出啊这个妙庄严路啊，因为佛的果位叫做妙庄严海嘛，所以成佛之路呢又叫做妙庄严路啊。诸位去普陀山码头到这个普济寺呀，我们现在去的是坐车，其实原来还有一条老路，就是古人去朝山的时候直接从码头到普济寺，翻过一个小山坳，很近很近。那个就叫妙庄严路，啊，所以这里呢，佛就给阿难把这个给点破了，并且说什么呀？汝今谛听，什么叫谛听呢？就是在这个紧急关头的时候，首先谛就是你要每每的审查详细的思维，详细的思维为这个语，我说的这个法义一点都不能够漏失，这叫谛听啊，审详义。啊，审查详细的审查意义啊。第二个呢，真实意义就是你要以真实的心来听，不要以我们的声乐心来听，因为你一直用声乐心来听啊。这是给阿难说啊，这就是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啊，这个用这个真实的心紧扣法印，设身处地以阿难自居来听听到底心在哪里。我们再往下读啊，一直读到住在身内无有是处啊，一起来。佛告阿难：如汝所言，身在讲堂，互容开阔，原主灵源，亦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者。阿难答言：世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灵泉，无有是处。阿难，汝亦如是，汝之心明，一切明了。若汝现前明了心，实在身内，耳时先和了之内声，颇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纵不能见心肝脾胃，转生大肠，心转太摇，
成何明了？如何不知？亦不内知。云何知外？是故应知。汝言绝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无有是处。阿弥陀佛。这一段的大意就开始明了了，说你既然啊，我们就说大意哈，大家把这段经文就这么灌下来就可以了啊，明白了这一段的主要的这个法意啊，说阿难啊，如你所说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吧，说我先在堂中看见大众，又因门户开阔，所以看见外面的园林啊，那么我就问阿难，佛就问阿难，如你所说的话，是否有众生在这个讲台讲堂中看不见如来而能见到外面的园林呢？说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阿难就说，看不到讲堂内的佛的您这种佛而能见到外面的灵泉，说怎么会有这个道理呢？啊，你在里边都看不到里边的情形，怎么会看到外面的情形呢？佛说你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你现在对一切的事情你用这个心量啊都能够分别了知，那么假如果你的心确实在身内，那么这颗心就一定是不是如你所说先看到身内之物再看到身外情形呢？是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既然这样的，那么你就应该先看到你的心在身内的话，你应该先看到你肚子里的什么呀，心肝脾胃啊。纵然还有这个后面和转身爪身放长啊，经转脉说又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不是有离中之和合中之吗？有的东西要离开才能看，说纵然这个心肝脾胃离你的这个能觉之心太近了，就像这个眼睛离这个眼睫毛太近了，看不见眼睫毛是一样的道理，但是眼睛总可以看到胳膊腿吧。这里的意思说，纵不能见你的心肝脾胃，那么你的指甲深啊，头发长，这个经络这个脉络等等这些动摇转动的时候呢，应该也能看得见。怎么看不见呢？为什么看不见呢？啊，如果说不能见内而见外的话，如你所说堂外不见如来有何分别呢？就是说如果你看不见肚子里的这些经转脉摇，那么你现在所能看见这个你的心在身体之内，就如同说你说生人在讲堂之内看见如来而看见外面的景色，这不是有违你誓愿去说吗？啊，如此说来就说明什么呀？你的心绝不在身内，地从破心在身内啊。可是呢，这个一念妄心动，百千劫缠绕，大家想想，如果不在内，我们的执着总是执着起这一头就执着，这一头就出现啊。执着100块的时候说明还有50块和20块，它是同时就出现的，所以我们的一端马上执着升起，另一端就如影随形。你看，既然不在内，那么它就一步错步步错。我虽说了直心了，可是心还是不直呀啊，它马上要执着一定在外，内与外相互对称，另一头执着就出现啊。那我们再一起来看第二个真心执着，心在身外啊，找着了吗？阿难洗手，找着没有？一起来，阿难起手而白佛言：我闻如来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实居身外，所以者何？亦如灯光燃于石中，是灯必能先照石内，从其石门，后其平静，一切众生不见身中，独见身外，亦如灯光居在石外，不能照石，是亦一名，将无所获，弘佛了义，得无妄焉。佛告阿难：是诸比丘，时来从我持罗伐城，雄起磐石，归其托林，我以素斋，汝观比丘，一人食食，诸人饱否？阿难答言：苟也，世尊。何以故？是诸比丘虽阿罗汉，虚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众饱？佛告阿难：若汝绝了知见之心，实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相干，
则心所知，身不能觉，觉在身际，心不能知。我今似如兜罗绵手，如眼见时，心分别否？阿难答言：如是，世尊。佛告阿难：若相知者，云何在外？是故应知，汝言绝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无由是处。阿弥陀佛。这段话就是开始破阿难的执着，心在身外啊。大意如何呢？说佛阿难又开始顶礼了啊，而拜佛言说：哎呀，我已知悟到我的身的确不在身内，为什么呢？啊，就好比说点一个灯，我们屋里不是点灯吗？那么这个灯光啊，这个从屋里点一直随着这个灯光先照到室内，最后又照到从门口窗户照出去，照到这个室外边惦记这个庭院的时候呢，一切众生不能够看见自己的身中。您佛刚才不是说了，我为什么不能看见自己身？为什么呢？就是由于我只能看见外边的事物呢，就是由于说就像灯光在外边一样，外边照着，那么只能见外而不能见室内。这个道理我现在觉得很明白，不会错啊。给他们佛还信誓旦旦的表这么一番态：将无所获，同佛了义，得无忘边啊。那么佛就告阿难：顾左右而言他，先打比方说什么呢？说这些比丘刚才呢跟我到石罗伐城啊，也去这个寻方啊，这个乞食团食嘛。这里所说的有一个概念叫做寻乞团食啊。团食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我们的食呢有四食，不是有这个断食还有触食啊。比如说有一些鬼神呢，他吃东西就是触这个风气，触一下就饱了，不用一口一口的吃，我们这一段一段的咬碎了吃，叫做断食啊。四食还有这个鬼神呢，这叫做触食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色界诸天啊，他们吃东西呢叫做思食啊，思维啊，思维就可以这个做养这个色身啊。那么再像无色界的话，它就叫做什么呀？食食，就用意识支持他的禅定，养活他的生命过程啊。四十，那么这里呢，我们这个世界呢都用的是断食。断食当时佛在世起时的时候，他就是叫做团嘛，团的意思就是把它搅一搅，这样搓成一个团一样啊，然后一口一口这样揪着吃啊。印度人吃饭，你看西藏的喇嘛什么的，西藏人现在吃糌粑也是这样，那就是团食的一种啊。那么佛这里就是说，我跟他们一块儿去团食回来，我已经用过斋了。那么你看这些比丘一个人吃饭，众人的肚子能够饱吗？啊，结果呢，阿难倒回答说：当然不能饱呀！一个人吃饭，其他人怎么饱呢？哪怕这些人都证了阿罗汉了，但是他们的身躯性命是各个不相同的，怎么能这个人吃饭让大众饱呢？不可能呀！又上当。佛在这里呢，用一个很巧妙的比喻，用什么？用吃饭代表身体。用诸人能不能饱代表心知，一个身一个心啊，就说你身体是身体，你的心是心啊。身体呢代表一个人吃饭，身体呢代表这个心呢代表众人能饱吗？打这么个比喻。那么他就问了，说如果你的绝了之心确实在身外，对吧，在身体之外，那么你的身和心是相离的，自然互不相干。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心有觉知的话，你的身体肯定不能感受你，对吧？它是两码事儿。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你的觉在身体之中的话，那你的心也不能有知觉，因为你的觉知在身体之中，你的心跟身是两码事儿。那么身觉的时候，心又不能觉，是不是这样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佛就说：“我把这个兜罗绵手展示给你。”佛把他的手给张开。为什么叫做这个兜罗绵呢？啊，这里是佛的32种相好，就捏起来就跟海绵一样，啊，印度西域呢有一种棉呢叫做细香棉，这种细香棉呢非常柔软，颜色就跟白的就跟雪霜一样，跟那个下的雪和冻的霜一样啊。那么这是他这种相好，啊，他把这个兜罗棉展示给你看的时候说，你的眼睛看的时候，你的心起分别吗？记住啊，这时候大家的心呢，眼就代表身。心呢，你是不是心在身外吗？
那么我的都如眠掌，你的眼睛看见的时候，你的心有没有分别？阿难就说，是的呀，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手，我的心就明了说这是你的手呀。佛就说了，既然你假如眼睛看的时候，你的眼睛是身体啊，那么心也能感知，你怎么能说心在身外？啊，在这种情况下，如你所说，能觉了身在心外，还是不动。啊，这就是七处真心，第一处身不在心，心不在身内；第二处心什么呀？不在身外。哎呀，那么诸位同修，这个我们在觅心啊了不可得的过程中，多么的累啊！心到底在哪里呢？心在哪儿呀？为什么祖师们说要念佛念的没有能念之心和所念之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为什么参禅要参的不知有生不知有世呢？为什么在诵经的时候，印光法师说诵经的时候根本不用考虑前一句什么意思，后一句什么内容，但看就是看经，一个字一个字的，尽管略去就能够开悟啊？为什么祖师又说佛法在公众之恭敬中求呢？就是对于三宝为对镜的时候，你是弟子里，那么你的弟子恭敬到极致，就是忘我之境。为什么都是这些秘密深藏在哪里啊？说诵经的时候不要一文度义，只要一味的诵就可以了，至诚诵就可以了啊。我们都一般都知道说，哎呀，圣人知道解义时都知道一文解义为贵，不知道争议就在恭敬专精受持中，这就是我们修行的意义。文思修到底心在哪里呢？心之所在就在是求之不可得处。当你有一念求心升起来的时候，心已经都不在；当你到处去找的时候，就找不着了。若缘其有什么呀？不在内外中间。若于其无，具造百界千种，就是哪哪里都是心的体现。你修因正果都在如来命运之中，你不管诵经念佛，念念都在手那样大定之内，心就在呀。啊，所以说这里呢，阿难不知道啊，这个心在其了不可得之处，所以到处去找，一会儿说在内，一会儿说在外啊，以这个铺度思量之心去找这个心之所在，那等于痴人做梦一样啊。所以说古人一听经文法，顿见这个如来藏密经啊，彻证无生法忍，就是说一下就找着心之所在，夸的把这病房这心打开，而且悟证同时，这是经文里面不断的去说啊，这个有证阿罗汉果啦，证出果啦，百万人天立马就证无生法忍呀，证这个三果欲流呀，这个欲流呀，二果呀，三果等等不断的说，就是因为他夸的一下就悟到心之在了不可得之处，无心啊。我们现在听法的时候，就是越深越听越上心，哎呀，执着的就一听这个法音，马上就把这个条条框框给框得死死的，他不框自己，他框别人。所以在这种百般不得其解、找不着其心的这种空境中啊，我们末法时期的人都是空境中的人，就是不断的一向多闻威权道密的，连这个都不如啊。这种情况下，才在末法时提倡修信愿持名之法啊，当下就用这个真性切愿之心，念念都在了不可得之上。随顺诸佛真实教诲啊，今天呢我们七处真心啊只证了两回，下一瓶呢我们还要讲到这个五处真心了，剩下的五处也要继续证啊。那么有一个要求呢，就是回去我们要读经文啊，多读一读，然后呢这七处真心呢我们就是大板块大板块的讲了啊，因为我们也不要去一点的大板块大板块的讲完以后，我们再把它七处真心的这个概论一下，最后导讲到净土法门的不思议之处，
啊，这是我们下一课的大概课程，就在一星期之后的星期天的上午早上九点。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不退菩萨为伴侣。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家业永